大家早安，今天是8月1号早上8点钟，然后呢，这一个礼拜呢，我也要每天都要来拍片。为什么每天都要拍片呢？因为我老公这一个礼拜去日本出差，我要让他看一下，说我们这个礼拜都在做什么。早安。干嘛要这个？Good morning。爸爸出国了呢。要吃早餐。丑蛋。这个小捣蛋还在睡觉。你要睡在你的垫子上。你说什么？那他要怎样？那他要怎样？爸爸去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去哪里？爸爸去哪里啦？爸爸去哪里？爸爸去哪里？摔下去了！哇，等一下，他到日本的时候，我们打电话给他好不好？看他给你买果冻了没有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，如同行在地上。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债，如同我们免的人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叫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妹，你要吃饭？是你，我要马上吃。没有仔细找，你要不要再去找找？很漂亮，超级无敌漂亮，像公主一样漂亮，像蝴蝶结跟。我看看，你低头，哇，你的蝴蝶结怎么立不起来？要低头才看得到。好，蝴蝶结。OK。耶！那个小女生的要求越来越复杂。给你钱，给你
还有我现在要去 follow 一些就是怎么教绑女孩头发的 YouTuber， 我再分享给大家看。因为这些我觉得教的蛮简单的啦，也蛮容易绑的，大家可以试看看哦，满足小女生的一些梦想。最近在做断舍离的这个事情，所以呢有多余的书本我们就把它卖掉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别人比我们更需要它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换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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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金。好，图书馆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大概会在这边待个两三个小时吧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图书馆。觉得总图的这个儿童绘本中心真的很棒，书很多，然后空间很大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，欢迎大家赶快要多来高雄市图书馆总图。我要帮姐姐。对，你要这样子给他放着，这样子。看妈妈。如果抢的话，就妈妈自己按。好，关起来。啊。好，拿出来。书本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我把它收到袋子里面。嗯，我发现这种小小的面包，可以给我镜头看一下吗？很方便，很好吃，对，很好吃。因为如果带孩子出去啊，带孩子出去，他们肚子有时候就是，可能你，比如说像我们在图书馆还没有待很久，我想要待久一点，那他们一定会肚子饿嘛，因为遇到中午吃饭时间，那我就会带一些小面包啊、
水啊，都是一定要记得带的，才不会小孩子在那边哇哇叫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买书的书店里面，然后呢，他们估价需要一点点时间。哇，你看这些都是二手书。很不错哎，然后都是二手书，我觉得看得很有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先逛一逛，等他们估价吧。哦，菜上来了。啊，我们刚刚没有搭那班公车回去，真是失策。我看这个雨可能要等很久。龙永红眼 Central Park。好，我们已经平安的回到家了，但是我的早上晒的衣服都湿了。其实我早上出门，我有想说要不要把衣服拿进来，但是我想说我们去一下下应该还好，没想到全部都湿了，要重洗。唉，没关系。那我现在好，我现在要去给妹妹洗冲个澡，然后安顿一下她要睡觉喽。晚上我要煮饭嘛。本来妈妈是叫我们去吃，我想说算了，推冰一条鱼，然后炒个番茄蛋、苦瓜、马铃薯。这个冰太久有点烂掉，所以我想丢掉。然后还有这个，高丽菜，然后汤里面还有，冰箱里面还有汤，把这个贡丸切两三颗下去煮。好，他们今天帮我排这个桌子，然后妈妈煮饭，然后妹妹已经带弟弟祷告完了，就剩我还没有祷告。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菜色，我们这是剩下的排骨汤，加了贡丸。丸啊，是不是你喜欢的哈？这个鱼是我最喜欢的。 OK， 还有鱼一条，然后高丽菜，这个是这个 mash potato， 马铃薯泥用焗烤做，然后这个是番茄炒蛋。好，好，你们可以再陪我祷告一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录到吃完饭吗？不行，录太久。好，今天由弟弟带我们祷告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父母都是别人。愿你的国降临。大声一点讲出来。愿你的国降临。愿你的旨意。干嘛？啊，你有办法带我们祷告吗？大声一点，我都听不到。妈妈是这样的意思，今日是给我免我们的债，从我免了债。让我们一起。妈妈，你要喝水吗？多喝一点水好了。大声一点。知道有你，阿妹。阿妹，谢谢弟弟，赶快我们吃饭吧。第一餐没有爸爸。第一餐爸爸在日本，我们在台湾。第二餐，谢谢。好，第一个晚餐啊，不是第一餐啊。好，妈妈吃饭吧。好。Happy birthday to。为什么要唱 Happy birthday 呀？妈妈吃饭。好。好，我们已经吃完晚餐，然后我把餐桌都打扫干净了，水也装了，然后小朋友在这里玩，
然后厨房都整理干净喽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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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剩下厨余等一下拿去倒，然后垃圾。耶，今天要结束了。Day one 要结束咯。我觉得我老公在我们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所以他只要有一天他一天不在，其实我觉得哦，感觉好像是没我个人带小孩是 OK， 但是就是你知道少了一个陪伴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已经顺利度过第一天咯，那接下来就是明天就是第二天明天晚上不在家睡，因为明天后天我要出门，所以明天要在我妈妈家睡，后天小孩子要麻烦她帮我看一下，然后我自己要去办一点事情，那就是以上咯。如果后面六天都有录的话，我这六天会截成一部影片，就是再跟大家分享。拜拜，晚安，早安。今天是老公不在的第二天，然后呢Focus 怎么没有办法 Focus？ 好，昨天晚上下了超大的雨，然后又闪电又打雷的，啊！全部小孩子很早就起来了，只有我在赖床哎。现在他们两个很有精神，然后。我还在恢复，我现在可能需要一杯咖啡。用早餐吃。弟弟他们祷告呢。弟弟，你祷告了吗？我不想祷告。好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妈妈帮你讲一下就好了，妈妈帮你祷告一下。求你洁净他的食物哦，让陈浩吃得健康。谢谢耶稣，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妈妈，可以放在这里吗？今日早餐，这是面包、水果、yogurt， 小孩子指定要吃的 yogurt。啊，还有加酸酸的。酸酸的，酸酸的什么？没有芒果干了，吃完了。葡萄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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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葡萄干可以吗？葡萄干可以。葡萄干，一个人写几个？三个。三个，弟弟。妈妈有芒果干吗？没有芒果干了。我有葡萄干。好了，赶快吃吧。
来，把它剪好，你的纸要拿好，对，啊，请你坐下来，对，好。如果你纸拿着会歪的话，如果你纸拿着会歪的话，你就放在桌子上。对了，对了，你看好，剪，你剪剪看，你就这样子扶着，对，这样子扶着，好，剪。好，很棒，我知道。先从这边把它剪过来，然后这样子斜着剪 ，OK？ 嗯。哦，太大力了，就破掉了。小力一点。哎，要剪在线上，对，剪在线线上面。对了，对了，很棒。好。好，要丢垃圾。这个。生女儿的好处就是每天可以帮她绑头发。OK， 绑好了。等一下，转圈一下，转圈。哎，转慢一点嘛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好。这样子一直这样转。好，转，慢慢的转。对了，头上面也要照一下。好，转转圈一下，转圈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今天的，耶、yeah, ，final look， 耶、yeah。好，午餐吃肉燥蔬菜面，肉燥蔬菜拌面。好看牙齿啊！好，等一下拿牙线给你弄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、哦！有没有谢谢我？谢谢。啊？谢谢。不客气。我们晚餐第二天的晚餐是水饺。今天下午本来有那个佩仪本来有足球课，可是因为场地积水，所以就没有去踢。但是晚上还是有游泳课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上游泳课。看谁的脚桥力最大的。给妈妈拍照，嗨，跟妈妈拍。
开一个。好，我们抓着。手抓这里。对。抓你抓着，快点。好，我帮你啊。手抓旁边。三个好手，你懂吗？越紧张的时候，喝到屁股，放轻松，不紧。哎，嘴巴吹，你们有没有吹到这？啊，吹气，这样你才不会喝到水。有没有吹？用力吹。老李，转过来。有没有吹气？有没有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要不用力吹气，这样你才不会喝